我帮你叫救护车好不好？不用。可是你伤得很重，还是去一下医院比较好。我快走！我快走！ 我最喜欢你微笑的样子，诉说着固执无畏的故事。好，但不能因为怕而不救人吧？不要动，不去医院就算了，现在先乖乖不要动。 这样出血状况才会好转，用力压着。血好像要止住了。 我去药局帮你买一些消炎药，不要动。